从清到福，身边的人颠倒先。家里兄弟姐妹先跟他们讲，我要吃这个牌子，我要吃这个牌子，明白吗？不管他要不要，不管他反对你也好，至少你给他看 DNG。来没一本就在家里给他们说，赶紧搜一下什么书，至少 DNG logo 他们看到，这样子哦。不然的话，有一天你的姑妈、你的妈妈给他保健，你就哭死了，明白吗？有的很多他不去这个身边人讲，到最后人家卖给他妈妈了，卖给他爸爸了，卖给他哥哥弟弟，他才哇啊！为什么你不支持我？而且你都跟我讲做一个人生意，啊，所以这个很重要，身边的人一定要给他知道，不管他要不要，因为你给他知道过后，就算是半年后，有人跟他讲起这个产品，哎，他会想到我弟弟也在吃，我姐姐也在吃，他会回来找你先啊。哭啊！真的会哭，真的会哭，来，不要笑啊！我有一个啊，有些是老公做，老婆给他说事，不要哭啊！都有的，因为他讲我哪里知道你这么多公司，这么多钱，